打你一次，战！嗯，第七魂技，魂之身。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哼，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 魂技，武魂真身。七魂真身兽文化，老师说过，这种特殊的武魂真身是武魂变异而来，既拥有兽武魂的兽化增幅，又有七魂的坚韧强势，乃是极品。第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杀神领域虽与我的天使领域正好相互克制，可惜天赋领域真正觉醒要在拥有第七魂技之后，通过武魂真身，领域的效果才能真正显现出来。什么？就让你见识一下天赋领域真正的威力。第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 差距了吧，唐三，这里是我的领域，我就是主宰。这就是你的真面目。我听说有一个二维码，叫《斗罗大陆》官方微信，独家爆料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秘密。每集看点、独家预告、幕后故事应有尽有。别以为你们知道我的秘密就能算计我。 今天不打到你们哭，我就不叫柳二龙。没想到你也有光明的一面。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正义与邪恶，胜利者永远都是正义的、光明的。体内一丝活力都没有，我会永远都记得你，黄三。再见。